那个达生给轻松之蓝哦。很好很好啊，轻松自然，不浪费气力，不会造成酸啊，酸你那个感觉反应也不会好，轻松自然那个灵敏那个感觉是，对，很好，对，跟啊多尝试尝试就可以，膳食疗。自己本身原地转那些也要练出来，很好啊，一分钟，有时候连珠而变换招式打啊，两个已经就缠住缠住，抓住对方也可以，对方被对方抓也可以，然后就那个手肘压过来啊，捆手那种啊，很好的，多用尝试的，绕圈从外面过来哈，深呼吸，一分半，很好，哎，有揣摩出来了，这里也有哈，你不能叫做偷学我的，就是本来就应该模仿我的，对，你就哎，我这样跟你打的时候，哎。有意无意之间哈，下意识也好，用力量来啊，就把跟我打这个招式，我什么用你也尝试，一样化葫芦用出来就好。深呼吸，好来，好，连续冲拳，连续冲拳，背冲拳，深呼吸，